晚上好，稀奇不好吗？稀奇好呀，怎么不好啊？稀奇好，好大的噪声，有噪声吗？等一下啊，是不是这次有？还有没有噪声？还有没有？还有噪声吗？这两天你憔悴了。没有吧？全部都打网上好呢。没有了啊。阿门，我没有找到，是不是家人们？我没有找到阿门。阿飞哥，干嘛？你在家里呢？嗯。你，等你解决了阿美那边的事情，你回来上班呗。我不来了。你找到新工作了吗？我要找什么工作？我不工作不行吗？那你还不如就回来。我工作太久了，我要好好给自己放放假。啊，你放假归放假嘛，但是呢，这公司还是你的。我要放假一年。你要放假一年？对，你要回去结个婚才回来工作啊？啊？你是要回去结个婚吗？我跟谁结啊？你跟……哎呀，王飞哥，我回来呗。我回来干嘛？你这个你回来管理一下这个公司吗？我管理不好。有你放着吗？哎呀，他又没时间。那你们为什么要把我赶走啊？哎，我错了，真的不应该把你赶走的。当时是太生气了。你回来上班吗？你把阿梅一起带回来。阿梅都被你们赶走了，现在不知道去哪里了。他也没联系你吗？对。你们昨天不是连麦了吗？他连麦了，他走了呀。人家阿美在这里待的好好的，你这边老是跟人家过不去，我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。那你再把他劝回来吗？我再也不会为难他了。你自己把他劝回来。但是他不接我的电话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你能让阿美回来，我就回来。你说的啊。嗯。到时候阿美要是回来的话，你就回来一起，你就回来好好在公司里面。啊？但是，好吧。你今天没联系阿美吗？我怎么联系啊？你从哪，在哪里联系啊？你打电话那些呗。哎，我在奇怪你这两天是怎么了。你不用奇怪，我就希望你们两个在一起。我不信。你觉得你会信吗？你要不我们王飞哥，要不我们阿美不是要回去退婚那个事情吗？你要是相信我的话，我们就一起回去帮阿美把婚退了。你去啊，你跟那个阿美的未婚夫不是提熟了吗？不熟。啊？
你怎么了？你不去吗？我去干嘛？你去，你跟阿你美是不提是熟的被？吗？那你跟那个阿美的未婚夫提熟的吗？我不熟，只是当时不熟。你去啊！你是把他推退了呀？你不去啊？你不帮阿，你不去把阿梅接回来吗？我现在不想听到阿梅了，你不要跟我提阿梅。怎么了你？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啊，公屏上不要打"阿梅"这两个字了啊，我不想看到这两个字了。真的。是因为他把他让你太伤心了吗？啊？是因为他让你太伤心了吗？没有啊，他没让我伤心，我为什么要伤心你假装的，啊？啊？你故意的，你假装的。你现在应该很高兴啊！我不高兴。你因为骗我人！觉得你也不是真的高兴，你确定你不高兴？我感觉你是装不高兴的，你应该是挺开心的呀。你不是很讨厌阿美吗？我不是讨厌阿梅。你这是要干什么吗？你这么做就是是为了什么？你说。我希望我不为了什么，我哎呀，昨我天说太过了了，解我你就了，你是不要装了，坦白吧，你说你是为了什么？让别人觉得你变好了，是不是？不是。那为了什么？就只是为了让你回来公司上班，表什么也妹，不做，表什么也妹不一会，套，我背管后不一好，套，我没那个能力，我管不好。是不是？表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哎，你想干嘛？我不想干嘛，我说了，让你回来管你自己的公司，我管不好。你别那扯不淡是你的啊！嘛，你回来管呗。来，我们直播间家人们啊，把瓦费点点赞，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。咱们直播间4000多个家人们，把我费点点赞，把点赞点到100万。你就说你想干嘛？哎呀，我想让你回来工哎呀，都不是作。小孩子，你这种话你骗阿梅也可以啊，骗骗直播间这些哥哥姐姐、衰妹年纪大一点的这些人可以。你骗我骗不动你，我太了解你了。我没有骗你。没有骗我？你确定没骗我？没有骗你。你我前几说了，我天现在我能对阿帮美都着是你。克制入骨的，怎么一下子吃错药了，还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吃错药了。你别装了，就说你想干嘛。现在就想阿梅，把她婚退了，跟你一起回公司来。你好好经营这个公司，啥也没想。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我是不会回来了。阿梅回来，你也不回来。阿美她也不会回来了，她下个月要1月6号就结婚了。你怎么你会？那你要放弃他了吗？你不放是弃那么了，喜欢他吗？放弃了，我喜欢没有，人家不喜欢我，有什么用？他喜欢你，她喜欢他，为什么要去跟别人结婚吗？肯定是因为他家里面啊。他本来他妈妈就自己从小他自己带大他们几姊妹，如果阿美，我们两个要不是因为你，早就在一起了。你觉得是不是？
那你们再努力一下嘛，那结果是一样的就好吗？没有结果了，结果现在就是你再大坚家持一下嘛。谁都不见谁了。他主要是他确实咱们真的毕业喜家人欢们你，啊，是不公是屏上因为不要觉再得打"阿美"这两个字了啊！不你想是不打"阿是美"觉了。得他不喜欢你，所以说咱你们现从在现在才开这样始就子？忘掉过去嘛，而且咱们一开始认识人家的认识"阿美"的目的也不是要什么跟他在一起结婚什么之类的，咱们是一开始遇到的时候看着这阿美这个女孩子挺不如意的，然后就想帮助一下的意思，是不是？然后现在，不管他怎么样，反正是他的决定嘛，是不是？是他自己的决定，那我们就支持他嘛啊。那不是他的决定，那是他家里面逼他决定的吗？他是小孩子嘛，他都20岁了。他就是小孩子嘛，人家你又不是他，不知道他的想法，他本来就比较害怕他妈妈伤你心，现在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就想你再去把他劝回来嘛。我劝回来，然后你又再把他赶走，是不我是？不敢走，我说了我不敢走。而且阿梅一直都很喜欢你，她可能只是没有跟你说过，所有人都看得出来。不是，你现在是干什么嘛？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？为什么呀？为了让我心里好受一点吧。不对，什么也不为，什么也不为，行不行？你不要想这些，行不行？你就只需要知道阿梅喜欢你，然后你再多坚持一下，你再跟她再多，就是多聊一下，多劝一下，你是不是嘛？阿梅，他们说阿梅在直播。啊，他不把你怕拉的呀，黑没了事吗？啊。阿美直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跟我没关系，跟你有关系啊！你们俩再说说呗。你跟曲波在一起了没有？我肯定没有啊！什么叫没有？我觉得你们在莎莎的时候就在一起了，已经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孤僻山那三个字孤打僻在山公那屏三个上，字这打在怎么公屏回事上，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咱们直播连间聊没天都直不播见能聊聊了了吗？吗？现现在在聊了吗？现在？怎咱们么回事现在啊？是怎么回事啊？直播间聊。直播间聊天都直不播能间聊聊了，是不天是？都不能聊了，是不是？能不能听到我说能不话？能能听听到得我到说我说话？话能听吗？得到我说话吗？能能不不能能说听话，到直我播能间不能家人听到我们？说话？直播间家人们，能不能听到我说能不能话？听到我说话？能听到是不是啊？能听到是不是啊？我用另外那直个播，号这个直号播，咱们我直播，你们看我不到直我播人里面了，看不到我我用人另外一了，个那个我号，用用另另外外一一个个那那个个号号直直播播啊，啊，有你关注们我的，你们关就注当我另的，外那你个们号就来当找另外我那个啊。号来找我啊。